谢谢大家。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，我叫郭麒麟。对，郭德纲先生是我的父亲。没错。于谦先生呢，是我的生师父。哎，别胡说啊！太激动了。对对，自己人知道就完了啊。今天我们爷儿俩给大伙儿演这么一段。我得问你们，怎么改你了？不是说小月吗？您还不知道呢，我清秀不少啊。岳云鹏出事儿了，上一期我听说他在这儿拿了一个第一名，就因为这事儿。膨胀了，目中无人，七五师长。哎呦，所以说公司高层开会决定。决定什么呀？开除。什么？开了。哎，不是你们讲理不讲理啊？岳云鹏。对呀、德云社现在最优秀最火的演员。你们说开除就开除？开了。哎，那个没有波及到我吧？这点您放心，把心放在盆骨里头。对，我怎么撞的车？这是跟您没关系。我还告诉您，以后咱们爷俩合作了，我接替岳云鹏作为咱们欢乐喜剧人德云社的竞演演员，而且来说以后我不单单是郭麒麟了，那你是？我还多了一个称号。什么称号啊？我就是德云一哥。哎，来了。就一哥了，你干嘛来了？走回去。跟谁说话呢？你敢推我是不是？跟谁说话呢？你停停，别动手，别动手。这都什么脾气？这都别废话，我才是德云一哥呢。上礼拜我拿的第一，我红啊我。怎么是有点膨胀了吧？对不对？就这么哪儿就德云一哥了？你有点亢奋了。你等着，就这模样，这德云一哥呀？这么着，这么着，公平起见，咱们是争德云一哥，怎么样？你们俩？哎，我做裁判，我出题目，你们争这个？还用争吗？谁怕他呀？我想想。你放心啊。怎么？我向着你。你放心，没问题啊，就这样。现在讲究这个，那小孩你给我坐好。你说人孩子干什么？拦不住我了，我膨胀了，知道吗？我看你快自爆了，知道吗？那个是你妈妈吗？那比她还小呢，我看着。你妈妈长得还行。哎，咱先说这一哥，赶紧比。哎，现在讲究全民看脸，什么意思啊？拼颜值，拼颜值。哎，靠颜值来争一哥。对了。论颜值，各位怎么样啊？认为我颜值高的，鼓掌；认为他颜值高的，点头。你看，从效果上都不行吗？废话，废话，点头哪有掌声啊？就那个小孩配合你，没那小孩你死这儿了，知道吗？你那，哎，怎么他是雌雄同体是怎么着？他这玩意儿，你怎么才知道你？哎，你这出的什么题呀？这是谁是第一个？他出这主意，拼第二个，第一个算他赢了。对，拼第二，就是我比他强的多了。颜值算你赢了，当然赢了，算你赢。咱们拼第二项，什么？第二项咱们拼学历，拼学历！我的天哪，拼他跟我拼学历，不行。郭麒麟初中没有上完，初三没上完，我师父就让他辍学了。我师父给个理由说家里没有钱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理由？初中毕业证没有吧？初中没有上完，对不对？还跟我比学历了，还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你不早告诉我，我哪知道你尊我？这不是你，你什么学历？我什么学历？他赢了。怎么了？就这么霸气？就这么有尿性？哎，够了，够了，他赢了，这还有意外收获。你看见没有？我没有文化，怎么了？我骄傲了吗？我自豪了吗？
你膨胀了。很多人都没有文化，那位有文化吗？别下纸。初中也没有上完，他发的微博自己都看不懂。这都什么人呢？不是，没关系。行了行了，说相声跟文化有关系吗？不是，有关系啊。这项你输了，知道吗？1-1，战平了。战平了。行啊。我想再出一标准。你得来点那帮着我的那个。向着你的。对，向着我的。第三项咱们比出身。你先来，你先来。我的出身。你的出身。完美。你的出身。我的出身。观众就是我的父母。这都是我的父母，包括那小孩。爸爸您坐下吧，坐好了啊。不是，这我也会这句，我忘说了。你看不是，这怎么这么阴险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来跟我比呀。心情这么坏，这是比呀。不是你行，不是过来，没有你这么玩的，对不对？跟谁玩？你跟谁玩呢？这是比赛吗？这我叱咤江湖，我多少年了？你跟我玩？你跟我玩？你啊，来，那我听听，你怎么着？跟我比？你有什么？德云一哥，首先你得给德云社做过贡献吧？你做过什么贡献？我做过什么贡献？两道真秀都有我，煎饼侠十七，分你了吗？你说这干嘛呀？反正他有我，我为公司赚钱，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我爸爸是郭德纲。你信不信我大嘴巴，我抽死我！你抽死自己！我抽死你！不不不不，抽死谁？你别不是，这人说话就没劲。你看你刚才岳云鹏往这一站，说什么呀？啊，说的是过去。过去对多新真人秀啊，拍电影对上春晚，那不都是过去的事儿吗？明年还拍呢。明年都未准，有你。咱们看看现在，作为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能力。来比呀、啊！哎，我别的我不说，岳云鹏，我就问你，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？我最擅长的，嗯，吃。不是那个，你还强得过我？我输了。我不要讨论这个问题。您是祖宗好不好？甭来这套。我喜欢唱。你喜欢？我唱得好。我是不是起高了？你再看一个，是不是？这歌也过去时了。情人节了，我给大伙唱一个。可以，这样啊，岳云鹏，稍等，别着急。你不是要给大伙唱首歌吗？嗯。咱就以此为题，你唱一个，我唱一个，好啊。咱俩比一比，比一比。你先来，看谁观众给的掌声多，行吗？来吧，来来。你行吗？多新，我行。我一直就没唱，我要唱还能有他。你真行啊！当然了，行，我师傅唱得好。这孩子，你给我好好坐着啊，好吗，爸爸？那是我父母，衣食父母。不许唱五环啊！不唱五环，唱什么五环？最浪漫的是情人节了啊！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。咱要是拍不上，咱就别拍了。就别挑这毛病了，你。尤其是头一排是大姐，这都什么人呢？这拍不上就不要拍了啊！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。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，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。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丢人是丢他的。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第一次犯的罪，不该羞
到她的美，脱掉一切陪你上。哎呦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您这歌不怎么样啊？你是怎么精神分裂呀、啊？你是怎么着、啊？你这个就这么就这么俩歌倒着唱，你这个跟我争德云一哥门都没有。你这比不得是二哥，你这个、神经病。你行不行？多我太行了，这不是情人节吗？情人节好。现在咱就这么说啊，姑娘们的梦中情人是谁？是谁呀、啊？当然是我呀，当然是我了。你那你就作吧，嗯。不是谁呀、啊？我怎么没明白？甭听他捣乱啊！现在来说，包括我都喜欢这么一位歌手。你的情人谁？周杰伦。周杰伦的歌？不是，周杰伦什么歌啊？唱的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啊，叫《爱在西元前》。周杰伦啊。Goodbye, people, I'm bamboo, I'm more than before. Today, I'm the show, yes, yes, I'm the TV, no, no. It's th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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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's给自己唱哭了，感情知道吗？好好好，投入感情，这不算什么。唱歌那是学真正有能耐的啊！什么贯口，你行吗？贯口那我更擅长了，基本功。你行吗？你行不行？我给你来一个，你来什么？我听听。报菜名，还报菜名？我敢报菜名，你敢吗？菜名不让你报，敢让我报？我还敢报宋丹丹的，你说这玩意儿用啊你？宋丹丹是你爸的，知道吗？你别闹。别闹别闹，报菜名不论到什么时间多大岁数张嘴就来，你来啊，听着啊，打头来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，宫保鸡丁，鱼香肉丝，水煮鱼，水煮肉，一盆米饭我够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这嘴里这个溜嗖啊，哎，你不能胡背啊。谁胡背了？这里面哪有米饭？对，水煮鱼、水煮肉也没有啊！不，这你背错了，知道吗？谁背错？基本功都不行，压根儿没下过功夫。哎，你行吗？我打六岁开始背报菜名。嚯！我背后边最精彩、最快的哪儿？红丸子、白丸子。哦，入这丸子这块，打这儿开始背，还得快，还得说得清楚，大伙儿听着就跟看的菜一样。漂亮，来这个，我请您吃。嗯。红丸子，好，白丸子，绿丸子，长丸子，南煎丸子，木鱼丸子，三叶丸子，四叶丸子，天叶丸子，玉丸子，磕着丸子，冻丸子，错丸子，一只肉一刀肉丸子，带感情的报菜名，背个贯口能把自己背哭了，人家投入感情了，什么投入感情？还有什么能耐压箱底儿的有没有？背周杰伦这就不行的，有没有？真正演员压箱底儿的什么呀？说相声的啊，有逗哏有捧哏，我行啊，我压箱底儿的，你什么？我捧哏的。你别闹，你有箱子吗？我看得起你，让你捧哏。什么意思？我最好的就是捧哏，Number One。来，不是，来，我就说，头头这边是我不是人性这样。对，来，您过来。人性太……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岳哥。你回光返照是怎么着？你会捧哏？对，好，今儿我让你捧一回。好，我逗你捧，行不行？好，我看看你会不会，看谁有能耐。你过来，来三分逗，七分捧，让大伙儿看，都在我这儿。你来，过来。那个说清，你玩去啊！说清楚来，那个，我是不是是，那都是后话了 啊！今儿我跟你说一段啊，今天呢，我们俩人打，相声，我叫，你有病啊？是怎么着的？我吃药了。不是，哎，您等会儿吧，你别扶着桌子了，这都我们家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服了，我也服。我告诉你岳云鹏，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刚才我一上来你跟这儿各种拆我台是不是？对了，你想干嘛呀？你想干嘛呀？我疯了，容不下我了。上礼拜我第一呀、啊。不，我膨胀了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是星二代，你知道吗？星二代有自己说的吗？上大劲儿的大哥，我星二代。岳云鹏节奏真好。要脸不要脸？没挨过星二代打是怎么着的？哎，对了，别动手。哎，今儿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来啊！你别拦着啊！别怎么着？不是你们俩，你们家干嘛呀、啊？这么些观众，500人呢，知道丢不丢人呢？不丢人，
习惯就好了。干嘛呢？俩人这都是年轻演员，都能独当一面。独当一面，我能独当三面。因为你脸大。他有病，你让着去。这俩人干嘛呢？就争这德云一哥。你争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你当一哥，你也当一哥，你们俩说话算吗？上面不是还有一个呢？你们俩缺心眼啊！青年才俊知道吗？俩人拧成一股绳，把上面那个。你们俩以后就说话就，说的有道理。你这来来来，年轻，我告诉你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怎么了哥？孙越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觉得太对了，没错没错。咱俩再怎么争，一哥二哥那都没有用。对，上面你有爸爸，上面我有师傅，他不完蛋，咱俩永远站不起来。虽然说我不应该这么认为，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没错，身体还挺棒，我的天哪！我也难过。想明白了，想个办法，咱给他弄下去。以后你主持我参赛，链家的广告咱俩做，东鹏特饮咱俩喝，一起喝，驴妈妈就是我妈妈，老村长就是我爸爸。好，哎，这广告植入的啊，这广告植入的，广告商们他加钱啊。那哥咱们合作，走，合作合作，我就想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？行。哎呀，喂，是于谦吗？谦哥，哎，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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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老郭他们家已经乱了啊。啊，对，咱们成功了啊。咱们这仇就算报了，但是咱们得说清楚了啊，这个你要有一天当了班主，我是一哥。